朱朝阳，他们都死了，现在轮到你了。昨日，六峰山案件犯罪嫌疑人张东升不对本案犯罪。嫌犯张东升可能有谋杀的根本。我还有机会吗？朝阳哥，你有什么愿望？妈妈和你说过不要和坏小孩一起玩，你又把我的话当耳旁风吗？我们是最好的朋友。不是吗？你就是我。